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再乱来，我就叫了。你叫吧，反正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来。你怎么还不睡？我只是想回家。就快了。又是骗我的。我没骗你。等你离开这里之后，你把这里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大好青春别留下太深的阴影。那你说的快乐是多快？睡你的觉。我睡不着，我想回家。本来这个时候我应该拍完戏坐在我家阳台竹椅上，吃着西瓜看着星星，陪我妈一起乘凉。我妈最喜欢种花花草草了，我们家全都是。这个时候的勿忘我也该开了，或是伴着花香，我弹琴，我妈唱歌。怎么都不该是现在这个情景。晚安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应该的。也不全是应该的，我早就把你解雇了。我说的应该是指，这是身为你男朋友应该做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谁同意了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别乱来啊！你再乱来我就叫了。你叫吧，反正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来。乖，别动。小心。给你。我们大费周章的跑过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呀？我叫厉腾，男，1990年10月27日生，苏州张北人，从小智力出众，小学到高中一共跳过两次级，现在经营公司。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我没有兄弟姐妹。7年前，我和兄弟们执行任务，落下老高身亡。5年前，我独自潜入图瓦集团，成功捣毁图瓦的非法组织。2年前，我受伤出院后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去找你，
却得知非法势力正在卷土重来。我想了100种方案，跟你见面第一句话要说什么。可是我转身走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阮念初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当你男人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为什么之前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你总是对我忽冷忽热？一个月前，我为了硬币接近你，那枚硬币里面的芯片是图瓦集团的交易明细，我一定得拿到。我告诉自己，拿到硬币之后就离开，去完成那些我5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。希望你成为第二个何丽华。从我独自前往泰山开始，我的人生就只剩下黑暗。你是唯一的光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危险。你应该拥有幸福，而不是被我卷入黑夜。所以你就推开了我。那个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只能默默守护你。其实我今天带你来这里，除了跟你聊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对我是什么感觉？如果你说你对我立堂半点意思也没有，那我们从今以后就各走各的路。我也不会再对你有非分之想，也不会再纠缠你。我只要一句话。那我们就再试一次。那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立腾的人了。从今往后，不管我们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Keep it all the time.